大家好，今天这个题目呢很有趣，因误人子弟而荣获大奖，那当然讲我了，因为误人子弟而荣获大奖。那么各位看，我得了这个三个大奖，但是都是因为误人的关系，而不真正的获奖。第一个，2002年，我这个获得这个特别贡献的金曲奖。那么金曲奖你必须要参加比赛，参加这个评审，你是唱、演奏、你出品、出版等等，跟我那年的像周杰伦啊、什么哈林啊，他们都是那年得奖的。那我什么都没有，从来没去参加过，也没报名，也没有作品，也什么没有，那怎么得奖呢？那时候我还在美国，那就是因为主办单位那个金曲奖的工作人员，老中青三代很多是我的学生，那么评委有很多是我的学生，那最主要是召集人纽大可先生也是我的得意高祖，所以他们这个很多人就说，哎，把翟老师这个拱出来吧，所以就是要把我推出来得这个特别贵，没有别的名称了，我也没有歌，也没有作品，什么都没有，得什么奖了，没有一张唱片，没有一张专辑，所以就是特别贡献，所以我那完全是因为误人的关系嘛，教了很多学生，误人很多，误人子弟的成就，所以得了一个特别贡献奖，非常特别的。到了07年呢，在北京现代音乐学院教书，那么这个北京这个好几个单位办这个京城，就北京城的老师魅力教师这个奖，那每个学校推出三位，然后由评委来选择，然后再来根据网友来这个上网投票等等，那最后把我选出来了。那原因很简单嘛，我的学生最多嘛，光是现在北京音乐学院就是一年级下来就是好几百人啊，所以我的同时教的学生很多，那我自己在个别的教的学生啊，或者是我这个学校里面讲学的啊，那这些学生呢也对我蛮有这个好感的，所以就也就投票了，所以我这个学生多，就是也是因为误人子弟的关系，所以也得了这个入选这个京城北京城最有魅力的这个教师奖一座啊。那么最后呢，是更奇怪的是09年，我获得国乐的终身成就奖，这个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怎么我这个玩爵士音乐的跟国乐什么关系，怎么还会的国乐的还终身成就奖啊？那又是因为这个误人子弟的关系，那么主办的这个很多的会员啊、人员啊，他们的理事啊，像吴荣灿先生等等，还有理事长这个陈玉刚先生也是我的这个学生，所以他们的一提议就很容易通过了。那人我还在北京，他们在台北召开这个大会，就把这个奖给我了，所以我这次暑假回去的，而从他们这里得到这个终身成就，让我觉得非常惊讶不已哈。不过呢，有人说这个你这个玩爵士怎么得国乐，好像没什么关系了。我还是要做个解释哈。我从小啊，我就跟国乐很多前辈啊住在一起，像中国最有名的陈继廖先生、甘陶、甘蓝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国乐大师、南湖的圣手等等，我都能住一个院里面。那到现在你看大陆上有名的就是陈继廖的这个孙子了，孙子辈了哈。
所以那是我认识他们的最顶尖的最前辈的国乐大师哈，在重庆的时候，在广播大厦也经常听他们这个演出。那时候我还在小学，到了台湾，我开始学二胡，那跟他们这些几个大师学习，他们办了这个国乐的这个训练班，那我去参加，我是第二期毕业的，什么高志明啊、孙培章啊这些大师都给我们上过课的哈。那因为后来我就毕业以后就参加中广国乐团，那是台湾最好的国家级的最好的国乐团，大师都在里面，像周启峰啊、杨敏中啊、李振东啊、这个高泽明啊、孙培章啊、陈孝玉啊等等，都是当时一时之选哈。那我也跟他们同台这个演出过啊，是非常荣幸的。因此我跟国乐这个蛮有渊源的最早。那后来我到念大学以后，因为我有这个基础了，所以在大学里面也变成了国乐社的社长，也带了一些国乐的朋友，常常比赛了或者演出了。那后来也到前线、到金门等等闹军演出等等，所以在大学以前，我就是跟国乐有这个很深厚的关系。到了大学毕业以后，开始喜欢吉他了，从此把国乐里面的二胡就丢掉了，所以二胡我丢得更久了。我吉他已经丢了好几十年了，那这个二胡可能超过50年了，已经差不多50年。我十七八岁以后玩国乐，那以后呢，一直到我返国以后，从美国回来以后呢，曾经主持了一次这个国乐，这个把爵士乐、爵士节奏，我这个青年乐团的四大件节奏乐组，钢琴、鼓、贝斯、吉他，再加上那时候国家最好的国家实验国乐团混合在一起做一个演出啊，那是唯一的第一次哈，在国家音乐厅把爵士乐跟国乐合在一起演出，其中一半呢是演奏传统的乐曲，一半呢演奏我自己的作品，那蛮有意思的。主题就是少年到白头哈，其中一半是我自己的作品，一半是这个传统的乐曲，曾经指挥了这个当时最有名的国家最好的这个国乐团哈。那么当然这些都不重要，最重要还是我误人子弟，因为我回国以后就在国立专教书，而且是国乐系，那不是中国，就台湾那时候唯一的这个大学高校的国乐系，我一教就是20多年啊，所以前前后后很多届了，就教出了很多很多的国乐的学生，大概这个原因，所以后来很多国乐界的朋友啦，国乐界的这个人们。就认为我是他们老师，所以最后也这个提出来给我一个荣誉国乐终身成就奖。其实我对国乐就是有些渊源，但是实在谈不上成就，所以几项特别呢是毫无特别，魅力呢根本没有魅力啊，哪有老头子什么魅力呢，成就终身成就更没有成就，所以我这几个奖都是因为误人子弟而得奖的。那么给各位看一看，第一个是这个那个奖在台北我没带过来，就手上拿那个就是金曲奖，这个奖还在台北哈，大家可以看照片，那个金曲奖2002年得的。第二个呢，那这个可以看一看，这个京城魅力教师奖，京城魅力教师奖啊，这个是2007年得的哈，其实我是一点魅力都没有的还得奖。第三个是最新得的终身成就奖，那么陈玉刚这个他们的会长就是我的学生高祖哈，李氏很多也是我的这个学生，所以我很荣幸因为教了很多的学生而得了好几个大奖哈。所以误人子弟本来是要入18层地狱的，想不到呢在没有入地狱之前
还得了几座大奖，觉得非常高兴，想跟大家一起共享啊！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